希望这种图能活久一点吧，这种图一般图腾也活不了太久。这种图的点位都太拉了，上坡上有一个挂机的人，要不要白嫖他一下？我真的谢谢你，那你平时多吸点，多吸点，你这会多吸点是吧？你真会吸啊！妈的，有病似的这个吸刀，你运气也是好的，这里刚好给你开了个窗户啊，这没板子，我以为这有板，电了一下，电歪了。我他妈有病似的，有病似的，操！妈的，真服了！鼻子快开了，不想控。唉。我操你！你就一天天搁这是吧？啊！你就一天天搁这出来闹这一出啊？就他妈跟屁股啊！啊，拿你那个破手电、啊！拿你那逼手电照我是吧？要搞我啊！我操！怎么修这么快啊？拿工具箱修了。哇靠！炸了一下他，然后摇篮曲多加了一点点。啊！妈，老人头不对，不一定。完了，白打了。灵魂守卫或者老人头吧，这人。他自起了，这个时间过去踢脚机子回来，那个老人头。你妈妈。真棒呀！我操！这里有人就对了，妈的，真鸡巴烦，没啥博弈了呀，跟这个人玩，他一般都提前下板了。哎呦我操，不能去了，所以不想要这机子了，上去了，平稳着陆。得围绕着图腾打、啊。
早了你吸，你他妈不吸，真是啊！这会儿又不吸了，我真是谢谢你了喂。这里有人，没人吗？啊？ 啊，这机子被炸太多下了。大反的应该是刚才那个残血的。 是吗？我操！他想了一下，他要上楼触发这平稳着陆吧？嗯，小逼崽子。 这三连其实也能守。他应该没大击，因为他带的是大跳。哎，你没大跳啊？你没有大跳，那他可能有大击啊！妈的，他没有大跳，没大击哦。 感谢污名月老板的600护币啊！谢。他怎么越跑越快了？啊！我捏了下右键，他能跑这么多吗？啊！要不就是他卡。
哦，要疯疯癫癫疯癫了！嗯，继续啊，我看看你多牛逼，来。 别走啊，你走啊，你等啊！等我嘞！那你就多等会儿吧，你。这是平稳着陆。哎呦，他直接救了，他为了让那边修机，这里平稳着陆直接救人，但是那边不珍惜炸点啊。 板子，我本来刚刚想踢的，没时间踢呢。哼哼，我就感觉你打不中，我先走，我在特种摸摸绕回来，等你点了机子我再来。我又给你点中了吗，小伙子？这么没有实力啊？你就不怕跳个一刀杀吗？啊，你不叫，你慌不慌啊？ 然后取不乏力就完了，就要被修爆了。还好这个位置，这个图腾的位置加上这边电机跟前期的那个六鬼路线，没人在这边玩。要不然这图腾炸了的话，可能就不一定了。不是艾达王在楼上都没看到我上楼，他直接从上面跳下来了，我真是无语了。他都还没看到我，他没看我从楼梯上来，他直接自己下来了。 逗逼这人，这么简单的点位图腾都不知道啊！
好像是萌萌炸鸡也有机会啊、哦。